七口是哈、啊、德国哈、啊、中小型的一个企业啊，专门哈、啊、在从事于哈、啊、未知记录器啊跟一些哈、啊、磁头哈、啊、信号反馈的一些的哈、啊、那个 solution 解决方案啊啊，七口哈、啊、将近60年哈、啊、的一个公司啊啊，客户群哈、啊、遍及哈、啊、18个产业，类似哈、啊、矫直机械啊啊。那个玻璃纤维啊，钢管机械机械产业啊，岱阳有限公司是七口哈、啊、这10年的哈、啊、新的哈、啊、台湾代理公司啊，专门哈、啊、在哈、啊、最主要的话就是啊解决哈、啊、我们中小型产业的话哈、啊、工业4.0啊技术升级，尤其在信号反馈机部分，最近啊最强项的就是拉绳哈、啊、编码器啊，绝对型拉绳编码器。最主要的话，最近新开发哈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应用在液压钢啊的哈磁头啊做信号反馈的，我们的产品叫做 SGH10，它的长度啊目前可以哈、啊、做到5米以内啊啊，配合啊各类型的液压钢啊，大部分的应用在哈、啊、所有欧美体系的哈、啊、安全性特别要求的话哈。啊的移动哈、啊、机械，例如啊各类型的一个铲车、救护啊啊工程、高楼大厦啊电梯这一些相关企业，主要的话哈、啊、做哈、啊、信号反馈啊啊应用在哈、啊、滴滴和马达啊，比如说哈、啊、机器人，早期的哈、啊、还是现代的机器人多是用哈、啊、那个伺服马达啊，配合日系的。啊，所以德国的哈，我们进口的话多是用滴滴尔马达哈，磁头跟磁环哈，在速度精度上哈，做一个哈 solution 的一个方案。所以我今日参展哈，是以哈那个哈滴滴尔马达、线性马达跟哈那个转距马达为主，就是路线。那这个转距马达，它跟别人有什么不太一样？可以稍微为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因为最主要是速度跟精度啊。类似哈、啊，大量的应用在哈、啊、那个类似早期的哈、啊、洗衣机，因为哈、啊、现在最新的洗衣机都是滚筒式的洗衣机。我们七口的话，都是以哈、啊、解决哈、啊、人家无法克服的为主 solution 的，所以我们都是以哈、啊、策略联盟的一个方式啊，譬如跟台湾的哈、啊、那个上银科技啊，甚至于哈、啊、那个德国的细科技部分，都是做哈、啊、策略活。合作伙伴，主要哈、啊、现在的话都是哈、啊、以哈、啊、那个网络啊啊跟哈、啊、各项的，因为哈、啊、我们这个体系啊大概有配合哈、啊、6个哈、啊、新的一个行销模式，类似网络啦啊，类似哈、啊、Meta， 类似 Google， 类似 Twitter 啊 WeChat， 这些都能够哈、啊、找到哈、啊、系统的这个资讯。